大头修正，所以你可能先讲一下英雄吧。嗯，说到这个游戏，我希望可以轻松一点这样，先找比较多风的那一个，八小时之前，然后。你看没办法找新闻了，哎呦，他出合约了，顺承，哎，是一只角色吗？我们看有什么活动哈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觉得重点就很简单了、哦。而且他这再出一个新的，是船吗？哇，我真的要尖叫了！我真的要尖叫了！贤者神殿。哇，这些带点想尖叫了吧？天啊！超美的，什么是装备筛选？那我觉得至少要一些变化。我在想，那首先，月经 OK 啊，啊，都没有进化。好吃。月度卡。啊，谁还在讲这个？可是我希望一个线网可以给我、欸，我们这样讲。对啊，我怎么找线网给你们？对，我的东西可以打主线。欸，我之前主线是都没有打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升一下等级啊？怎么升啊？他也没有等级啊。唉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啦。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较线上的感觉，基本上是这样子啊。欸，那它有什么升级的吗？好像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嗯，两枪，不然就看我们的那个等级就好了。